同修呢梦到有人跟他说，你想学会开光要交8000元。现实中同修是开佛具店的，然后有人要他开光要交8000元，请问是什么意思呢？叫他不要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。他就是说在售卖菩萨佛具的时候嘴巴乱讲话了。哦，好的，明白了。嗯，感恩师傅。